们跟 pasta 有连通。哎，阿姨，那这一锅它的沙拉很好吃哦。你有战斗力吗？哦，看起来有点厉害哦。但是它的造物也看起来很厉害。不要好了，这个沙拉。Yeah. 好。也不会太黑皮。很难改咋 ？Next 还是舒服啊。那次我刚好去厕所，还不错。对啊。上了几楼？上四楼啊。新市高速站。富士特急11:45，还有更早的吗？富士急10:45嘞。哎，我们五号。哎，我们要去河口湖。河口湖现在一般车12:15，前面的都已经卖完了。啊，前面都卖完，12:15。12:15，两位是吗？对，是。Okay.河口湖站哈，对，单程票吗？还是往返？单程。11:45也有，但是因为它座位比较少，你两位可能就需要分开坐的。如果一起坐的话，就是12:15，大概半个小时，那就早一点过去。分开坐好 ，OK。就一起进用几个分点，两个人起吗？一共是4400日元。好的。先来开箱我们的干贝沙拉。哦，好冷静。嗯，好高级。他怕我们下次吃它就是很久以后的事。700多日币、嗯、可以啊，只要它好吃。牡蛎酱油，它旁边是炸牛蒡，然后甜虾，有吃海鲜冻的感觉，越咬越有味道。还有，哎，它的干贝有甜，我喜欢。哇、哦，它牡蛎酱厉害，难怪人家说这家沙拉厉害。好几片的，三片的样子。新宿 station， New Woman 跟那个这边直接是高岛屋的 Uniqlo。果然不是。好便宜哦！有11:45。下车会要把一个车票交回去。1:30左右，刚好可以接上我们去租车的时间。